Hello， 朋友们，大家好，非常感谢各位收看有态度的摩安分享评头论足。那么今天我们要看的机体呢，就是前一段时间发售的这款 PG 三红配色002。那么今年作为00十周年啊，目前登场的新品其实大家都知道并不太多，很多呢都是老产品改过来的。做这一期视频的时候呢，还特地看了一下2017年初至今啊，我们做过的00系的机体，万代和国产的新老产品加一起呢，总共是有8款。而光是这个00R， 今年就做了3次啊，分别是 MR 魂、MG 的 00XNR， 还有今天这款三红的 PG。那么除了 MR 魂算是新产品之外呢，其他都不算啊。如果要等真正的00新品呢，看来就只能到年底了。而我们今天这款 PG 的 00R 呢，是作为限定登场的，看销量来说其实还算可以啊。加价的幅度不如之前的 PG 菲尼克斯，毕竟都是成型色。同时发售的配件呢，还有一套三红的透明外甲。在这个模型本体结构方面，和以前的普通002可以说是完全一样的。2009年出品的模型呢，也可以算是老模了，毕竟都过去8年了。剩下的呢，就是玩家权衡，多加的那几百块钱换成这个三红的成型色是不是合适啊？毕竟模型的结构部分也不算新鲜。今天也不会花太多的篇幅去介绍，所以呢，就和 MG00R 一样，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些比较特色的部分。首先，相信大家最关心的无非就是这一次的三红配色外甲成型色的表现究竟怎么样啊？刚才开篇的时候，大家应该也看到了，主体部分呢，全部都是这种珠光效果的成型色。因为本身 PG 的尺寸不小啊，外甲部分大块的板件比较多，所以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很明显的水纹，而且数量也好，这个水纹的大小也好呢，都控制的并不算太好，算是意料之中的事儿。因为在之前的官图上的表现呢，其实也差不多啊，反正看起来有点糙，就算是自己给自己洗脑，当成什么纹理质感，看起来感觉啊也是比较夸张的。另外呢，这款模型本身并没有提供什么隐藏水口，其实原色的效果的话呢，应该会差点啊。但是呢，这一次的三红板件在制作完毕之后呢，会产生比较明显的印记，特别是在深红色的部分。如果要是喷漆的话呢，这一次的三红配色其实就失去意义了，个人感觉呢，会让人比较纠结。另外，这一次的 PG 三红002还真是我第一次拼 PG 002，以前的原色呢是没做过的。这组合时候的感觉，对于万代的产品而言啊，手指需要的力度是提高了很多，位置啊都需要稍微使点劲儿。不知道本来就是这样呢，还是因为这个成型色的关系啊。虽然是买了三红配色的透明外甲啊，但是呢，在拼完之后，我知道如果想做替换还是比较困难的，因为这个外甲啊装的都比较紧，所以替换一次估计又得损坏不少零件。想一想还是放弃了，等以后再说啊。如果论质感的表现呢，个人感觉啊，这个透明外甲的效果还是挺不错的，但前提是你首先要有一台 PG002。另外，这款模型里面也匹配了一张水贴，全部都是金属色的标志，这个发色说实话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看起来非常艳丽。贴完之后呢，我相信啊，这个水纹的关注度应该会被转移一部分。那大体的外观效果和拼装感受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了。就是奔着补完一个 PG00R 去的，不过呢，做完之后感觉没有什么惊喜啊，这个成型色的效果确实还是让人挺排斥的。接着我们就来看一下这款 PG00R 我个人认为比较特色的一些机构和造型。首先呢，还是来看一看头部。那么在面向部分，我感觉看上去还是比较顺眼的，并没有因为这个尺寸大而显得有些蠢笨，头部的比例和这个面颊的宽度呢，都让人看起来感觉比较舒服啊。特别是在这个头顶的天线部分呢，还采取了电镀分件啊。同时呢，在这个领口和胸口部分也有使用，这个颜色的表现我还是非常喜欢的。那么在头部，这款 PG00R 也提供了发光机构啊，套件里面是提供了一个原厂灯，不过呢是直接装在脑袋里面的。如果想要最好的点亮效果，这个部分的铝箔贴纸呢就不能贴，因为平时我灯点的确实还是比较少啊，主要都是战士，所以呢这个部分啊，我就直接把该贴的地方全部都给贴上了，因此这个发光效果肯定是打了不少的折扣，这个部分呢就需要玩家自己去衡量了。在头部所采取的是一个球形关节连接在并不算长的脖子上，可动方面并没有什么问题，不过呢这个球形关节的效果确实是比较一般啊，在进行活动的时候会比较容易出现脱出的情况。那么在胸口部分，自然就是我们比较常见的舱门展开机构了，因为尺寸比较大，这一次的展开手感呢会更好一点，同时呢也不会出现拉拽过头的情况了。
然后在这个腰部中段呢，是提供了弯腰关节，同时在这个位置呢，还能够实现左右的侧摆，在幅度方面的表现感觉还是可以的啊。手感方面算是适中吧，有那么一点偏松。那么在腰部下段，照例可以进行水平方向的旋转啊，采取了一个大卡榫来进行连接。那么这款 PG00R 相信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最大的特色应该就要属主要关节部分的关节锁了。不过口碑确实是比较一般啊。接着呢，我们就来看一看都有哪里有使用。首先呢，在肩部关节提供了一个普通的前伸结构，手臂根部呢则是采取了普通的卡榫连接，用来实现整个手臂的旋转。那么从肩部平台关节开始啊，就运用到了关节锁。首先呢，这个关节锁的正确使用方式是按压侧面的圆形结构实现解锁，摆到合适位置之后呢，再松开就可以完成固定了。而这个部分的松紧呢，在拼装的时候可以自己调试，比如说在肩部这里呢，我螺丝上的并不是特别紧啊，即便不解锁，直接掰呢也能掰得动啊，不过呢就要防止损坏了。而在肘部这个部分呢，我上的则是比较紧了。首先采取的是三段式结构啊，下面可以正常活动，关节锁的部分依旧是按压电容位置呢才能够实现关节的活动，不过这个部分操作起来就感觉不是特别的方便了，有些抠手，但紧啊是趁紧。然后在手腕部分这边呢，也设置了一个关节锁，但是呢效果好像确实是也不明显啊，意义并不太大。在手臂部分的关节锁就这么多了，感觉是有效果的，这几个关节在活动的时候并不是特别方便，有点麻烦。在手部呢，这一次所提供的是拼装版的可动手，关节部分的表现还是挺不错的，很紧实啊。在稳定性方面会感觉比成型的可动手好一些，不过造型啊就感觉有那么一点死板了。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腿部结构。首先在大腿根部这边结构呢也比较普通啊，在根部可以进行水平方向的旋转，当掀起裙甲之后呢，结构的干涉会减少很多，前踢幅度能够超过90度，侧踢部分的表现呢也还算不错啊，基本上也是达到了90度，后踢的话呢幅度也差不多，算是不错的表现了。而且呢可以看得出来，在胯部支撑大腿呢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膝盖部分的结构啊，和一般的00一样，这个部分呢也被设置成了三段式的结构。首先在上段活动的时候，这个部分的手感啊会感觉非常紧，同时还可以看到一部分的联动设置。而常见的大电容关节同样也设置了招牌的关节锁，也是通过按压来实现解锁可动的。这个部分最后的屈膝幅度呢大概也是接近了180。那么到此为止呢，我们这款 PG00 主体部分的关节锁呢就已经全部的展示完毕了。可以看得出来，对于四肢部分的稳定效果呢还是比较明显的，在每一次活动的时候呢都需要拿手去捏这个关节啊，就感觉特别麻烦了。接着脚踝部分的结构设计比较简单啊，一般的三项活动都可以实现，不过幅度并不算特别强，但是呢在前脚掌部分做的啊，我感觉还算不错。首先在活动的时候可以看到粉色部分的脚面外甲呢还带有联动的效果，另外呢在脚尖部分也带有独立的可动，因此啊能够保证一个更好的接地面积。那么当我们翻到脚底部的时候呢，还能够看到这里是按照结构细节提供了防滑垫粘贴，不过呢因为脚部尺寸不大，同时加上装备不少，那么这款 PG00R 啊在站立的时候虽然没有出现腿软或者是脚软的情况，不过呢因为这个脚底部的角度啊并不算太好，所以呢会出现一定的晃动情况，最好是靠墙站或者是直接上支架。那么主体部分的结构啊我们就先看到这里，接着呢我们来看一看背包。总的来说呢，背包部分的结构还是比较简单的，主要还是这款 PG00 的另外一大特色啊，就是这个双肩的太阳炉。那么这一次的太阳炉部分啊并不需要拼装，而是直接的成品，我们只需要把已经准备好的电池给放进去呢就能直接使用了。开关的方式也比较简单啊，直接按压太阳炉的正面呢就可以实现开启，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到不仅仅有这个灯光的效果，而且呢还会转，随着开启太阳炉的内部会转的是越来越快啊，还是比较还原动画里的效果的。同时呢也有朋友抱怨说这个太阳炉的转动声音比较大，我们听一下啊也确实是不怎么小，所以呢这个部分玩玩还是可以的。接着我们来看武器部分。
那么在本体身上呢，首先屁股上带有两把光束军刀的剑柄，模型里面呢也相应的匹配了光束军刀的特效件，如果想使用的话直接拆除就可以安装了。在支援盾的部分可以看到啊，这里所提供的结构细节其实并不算多，和往常一样，在剑刃的部分呢支持外拉延长，同时盾牌可以通过这个外翻结构安装在手臂上，通过尾端的结构呢也可以实现盾牌的组合，在盾牌的上面带有专属的接口，我们调整这个深色的外甲结构之后呢就可以进行尾端的连接了。另外按照惯例呢，当然也可以把这个支援盾搭载到太阳炉的下端。然后呢是支援剑二，这里可以看到啊，在剑刃部分这一次终于不是单色了，而是给出了一个粉红色的电镀分件来强调结构，看起来感觉还是挺不错的。我们调整这个剑刃部分的放置和握柄部分的结构呢，就可以实现步枪模式的造型了。同时呢，这一次大尺寸的支援剑二尾端啊，不需要使用任何的连接件，直接把这个握柄部分尾端的结构翻出来呢，就可以实现组合。同时呢，也不用想着保管零件，还是比较省事的。当组合完毕之后，就可以在剑刃部分套上所提供的光束特效件了啊。装完之后呢，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尺寸还是不小的。那么支援剑的腰部挂载也和 MG 不太一样啊。首先，我们把这个连接结构全部给推到单侧。让另外一侧呢完全看不到这个卡损，接着啊侧裙甲部分直接外拉，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挂载接口了，直接插上去呢就可以完成搭载。不过装完之后会感觉并不是特别的紧啊，稍微活动一点呢就比较容易出现松脱的情况，稳定度方面的表现有点一般。然后可以搭载到主体身上的武器呢还有一把支援剑三，尺寸依旧是不小啊。另外在剑刃部分使用的绿色透明件和光束特效件一样，都属于比较柔软的材质，所以呢不用担心支援剑三在剑尖部分会出现损坏的情况了。那么通过调整剑刃位置呢，就可以实现步枪和长剑模式的转换，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部分了。在支援剑三的部分也带有尺寸超大的光束特效件啊，本来 MG 的版本呢我就感觉有点长的过分了，这一次 PG 真的是太大了。我们直接套上去呢就可以完成安装了。这个透明件部分的发色可以看得出来还是非常鲜艳的，特别是在这个切面部分已经可以看到一点荧光的感觉了。到此为止呢，我们这款 PG00 的主体部分武器就已经全部浏览完毕了。看到现在啊，的确是感觉除了关节锁和太阳炉之外啊就没有什么了。接着我们还是来看一看这个强化战机。首先在这个外形部分啊，给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真的不算小，因为没做衬线，同时呢也没上水贴，再加上这个琳琅满目的水纹啊，外观效果方面确实是比较一般。不过呢和以往的升降机相比，我们也能看到比较明显的区别啊。最显眼的应该就是在机翼部分所增加的武装了，我们可以看到全部都是金属色的成型色啊，这个水纹看起来的确是太感人了。首先呢在机翼左右两侧都可以看到上下都各搭载了两枚导弹，单侧四枚，总计有八枚，直接用卡损式连接在机翼上。然后呢在机翼中间的位置可以看到还搭载了一个尺寸不小的导弹仓，不过呢这个导弹仓做的确实是比较水啊，因为只是一个单纯的样子装在那儿，并没有提供什么展开的额外细节，对于一款 PG 而言确实是让人感觉有那么一点小不爽。而在内侧的上端呢则是各搭载了一枚粒子扰乱弹，下方不起眼的位置呢则是安装的外挂式支应电容，机翼两侧啊可以说是黑压压的一片啊。当然也是因为这些武装的搭载，之前的支援盾或者是导弹仓呢只能选择其一来进行安装了。不过呢在这个强化战机的本体上也提供了一些小结构啊，首先呢就是驾驶舱的部分，当打开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更加清晰更加细致的细节布置。而在机尾部分呢则是给出了一个外拉的联动展开机构。那么除此之外啊，在机翼部分并没有提供像 MG 版本那样的灯光设置，这里呢则是给出了一个并不太显眼的展开联动，效果呢也只能说是一般般吧。那么除了本体的一些机翼叶片的可动调整、起落架的展开收纳之外呢，就是在下方搭载支援剑三了，同样需要使用一个连接件来实现。最后呢我们还是要来看这个小飞机和00的合体啊。首先我们拆掉两侧的机翼，接着呢也是外拉尾端翻折到前面，在00背包的中间呢我们打开盖子就可以看到这个连接凹槽，
把机身部分的卡榫直接插上去呢，就可以完成固定了。在已经拆除的机翼部分呢，我们需要把内侧的连接结构翻转一下，这里啊可以看到连接太阳炉边缘的结构，把这两个小结构呢来进行一个展开，直接安插在太阳炉的边缘呢，就可以完成固定了，不需要使用任何的替换件来实现，会感觉还是比较方便的。最后我们在侧面安装上支援盾002的造型，就算是还原完毕了。不过呢，当装完强化战机之后啊，你就会发现我们这款 PG00 的腰部呢，当前啊就很难负担得起了，会出现比较明显的向后拉拽的现象，而且此时自主站立呢也变得非常难以实现啊，所以当前呢我们只能选择使用支架了。而这一次呢所提供的是这种透明色的，里面还可以看到不少的亮片，也算是带了点支援粒子的感觉啊，看起来还算不错。而这个支架除了可以搭载强化战机之外呢，还可以搭载本体，还算是比较实用啊。那么好的，这期视频呢我们就看到这里啊，我们简单的看了一下 PG00 的本体，毕竟不是新模，对于 PG002 而言呢，各方面的表现感觉还是中规中矩的。那么特点有两个，关节锁和太阳炉。太阳炉的感觉呢还是可以的，有光还能转，还原动画的同时呢还或多或少的增加了一部分的玩具感。而关节锁的表现呢会让人感觉有点鸡肋，固定效果确实是比较明显，不过呢在玩家摆弄的时候也确实会感觉并不太方便。我们也能看得出来啊，这款 PG00 明显就是要在关节部分进行一定的强化和稳定，不过呢当装完升降机之后啊，这个腰部的支撑又明显不够用了，也可以说啊有那么一点顾此失彼的意思。当然了，这些呢都属于老的 PG002 所体现出来的，而对于这款三红配色的10周年的应景产品呢，无非就是这一身三红模式的成型色了。对于这种珠光或者是金属之类的成型色呢，万代近两年可以看到新模型上面是有一定的提升的，但是呢这个东西一大了，还是难免会看到大量的水纹，就让外观方面是打了不少的折扣啊。同时如果不喜欢这个成型色的话，要么就是不买，要么就是喷漆解决。然而呢一旦动漆了，这款限定的002就彻底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就像是我之前提到过的，这真的算是一款让人有点纠结的限定模型。那么好的，我们今天这款三红配色的 PG00R 就聊到这儿啊，同时呢也别忘了订阅评头论足的各种相关账号，最新的节目资讯都会及时的进行推送。那么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